貿促局去舉辦的這些一系列的活動呢，我們、商家我們都有去、積極去參與的，每一次的參與呢我們都是能夠是可以、達到我們想要的一些的接觸的客戶啦。餅家咧就喺1928年就已經成立噶啦，咁去到而家已經有90多年嘅歷史。咁以前係英記餅家咧，最主要銷售嘅產品咧都係杏仁餅啊、蛋卷啊、一啲嘅鹹切酥啊，又或者係一啲嘅乾酥餅。2013年咁樣樣啦，接近係我哋就、已經將呢一個英記餅家嘅產品啦，甚至乎嘅包裝咧，我哋將佢提升咗唔同嘅一個級數啦，咁樣。招牌產品咧都係圓粒杏仁餅，而我哋呢一個嘅圓粒嘅杏仁餅咧，都係攞個我哋嘅叫 Modern Selection 嘅獎項啦。咁佢最主要嘅產品嘅成分咧，都係嚟自於泰國嘅綠豆粉啦，同埋美國嘅圓粒杏仁餅嚇。咁食落去咧就有好香濃嘅杏仁味道嘅嚇。其次咧就我哋都會著重喺健康嗰部分，所以咧我哋都會有海草糖嘅蛋卷。咁呢一款嘅蛋卷咧，亦適合一啲叫係有糖尿病嘅人啦，都可以食用到嘅。而呢一個廠房咧個佔嘅面積咧係有20000尺嘅面積，而有5條嘅生產線嚟去配合翻我哋嚟緊將來市場嘅拓展嘅。好基本嘅一啲嘅認證就係 ISO 嘅22000。仲有 ISO 嘅9000啦，咁甚至乎 HACCP 啦，都必須要具備嘅。M1 嘅認證啦，係可以講俾我哋嘅消費者知道，我哋嘅產品係100%澳門製造。貿促局去舉辦的這些一系列的活動呢，我們、商家我們都有去、積極去參與的，每一次的參與呢我們都是能夠是可以、達到我們想要的一些的接觸的客戶啦。其實最大的成效呢就可以說是在3年前的第一屆中國進博會認識到我們今日內地的總代理，配合翻內地嘅市場嘅需求咧，亦有研發咗喺唔同嘅月餅啦。例如我哋都有一啲嘅奶黃月餅啊，甚至乎係流心嘅月餅咧，都係可以進口到去內地市場嘅。咁而家嗰個月餅佔我哋嘅營業額咧嚟講咧，都有50%嘅點嘅。在2020年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挑戰，但是亦是給到我們一個的契機。我們會看回在2020年的6月去到年底的期間，其實我們去年那個出口那個量是比前一年是更高了的。請支持澳門製造，澳門品牌。